不用多。哎呀，没少进呢。有了得说，让我拿这个啤酒里长龙小偷给大家请个台啊！今天给大家整个小整把小偷杆，好吧？我们看这盘球局面啊，就小号球还行啊，这球打三呗，打三的话往这一踢，踢一下五和十五 ，K 完看效果吧。这球啊，中低杆啊 ，K 一下子，你看看这球，这球 K 的行不行？这球啊，这基本上是清台了吗？这不就开了？这球局面就不难了。那这球的话，先打一吧。打一高杆推进，叫六，这球就简单了啊。然后打六的话，这球就一个拉杆啊，往后一退，吃一库。那这几个球就推推点点了，推推点点。五号高杆，小力一推，先把二叫到就行啊。因为拿二的话，可以调四号球的底带或者调七都行啊。这球打二，小低杆一点。对不对？然后四叫七的话，这球啊，正常的一个中杆往前一顶一点点就可以。然后最后我们拿七号就可以叫黑，黑呀！我操，黑八呢？妈，啥时候进的这是啊？我操，这啥？那这放这儿呗，这球，这啥台球啊？中低杆一点。这啥台球啊，老铁，啥时候进的呀？感谢老铁支持，双击关注，谢谢。你学废了吗？这啥台球啊？点个关注吧。